让咱拍着了啊！哎呦！往后，没事，往后也把机会让一下，好吧？好吧，来往后。老师，我们集体往后退。哇！现场教学。大家听我说，大家你们是不是找到了三张任务卡？都谁找到了？我看一下。机会上一下，找到了。没有送，都是你们。别！然后呢？都是哪几个字母？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吗？哦，我以为是你。哦，这是 F 送的哦，三二对吧？你们想先完成？分别是乒乓球、舞蹈挑战和举重啊。行，然后我说一下我们乒乓球游戏的规则，就我们现在有乒乓球的球拍嘛，因为你们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网上冲浪，有吗？有。哎，可能一定知道最近冲浪的热点话题就是奥运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游戏设计呢，也给你们结合了一些奥运主题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乒乓球这个游戏是要求你们出战三位成员，如果你们可以就是颠到29下的话，就算成功。也太容易了吧，这个。3个人一共29下。哦，三个一共29下，也是每个人29下。3个人一共29下，那不就一个人？立刻报名一个，这个简单的，很简单吗？我不要举重，我要这个。没有举重是全员参与。那三个人，你们两个还有吗？还有人吗？一手一。好的，来。可以往前，上方中间站。我很喜欢乒乓球。是乒乓球颠球29个啊。对，因为29是你们今天。本来是3人一共29就行了。他们自告奋勇，对对对，觉得3人29太简单了，现在一个人挑战29下，来看看真正的实力如何。需要试试吗？第一次先给你试一下。这个上面有个球球。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。好，是为了故意的，为了你们试一遍是吧？就为了看你们这一眼。可以正式开始，直播间的观众还有我们老师们帮大家数数，好不好？如果失败的能怎么样？可以问吗？失败你们就没有这个字母了，可能你们叫 X 和 F， 然后你们就叫。对 iPhone， 要么这样转我，转到这个位置吧。您上这儿，然后你稍微退一点，对对，他正对，对对对，这样也好。来，对。大家准备好计数了。我们第一位挑战的是严欢伟同学。来吧，镜头在哪？这儿。Take。都是三二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好了，下一个。一共29，那我都打完了，你们打什么呀？是不是？给我压力好大。第二位挑战，打一下，来，压力先垫一下试试。啊，好像是3个人一起29个啊。没事，你试12下。哎，那我要失败了，怎么办？那你目的就明显了。哎，成功了！哦，200下，继续啊。来颠颠颠颠颠2小时，我们就可以结束工作了，拜拜。好强啊，好强！那你们就拿到这个字母了，可以给我。行，不，谢谢姐姐，辛苦。这不愧是我国的国球啊，这个大伙儿的基本功都还是很扎实的。这个字母啊，大家帮他们记一下。然后第二个任务你们想要哪个？第二个任务我歇一会儿，舞蹈。那我先。舞蹈挑战好吧？这个舞蹈挑战呢，不是一般的舞蹈挑战，是我们。最爱看的就是男生跳什么呀？女团舞。对，因为我们今天就是团队作战，不分组啊，就是集体挑战。所以呢，我们会放音乐，但是要求的就是你们不能停。来放音乐之前，来前面的各位同事，咱往后退。对，这是集体挑战女团舞，来。来，各位同事都往后退。其实是随机舞蹈，咱们就是想。那不行，我操，还是不够。往前，往前，往前，碰到一个，尽量。大家前面都蹲着吧，大家蹲下，来。来，前面都蹲一下，来。行吗？准备好了吗？
对，这真想大喊一声，前面的几十位同事都自觉点儿，我们直播间好几百万人。好，这个样还行。来，小一，你那边再低一点儿，你把大猩猩挡住了。哎，关键时刻这一嗓子还是可以的啊，这下干净多了。我手抖了，手抖了。哎呦，这太行了！有压力了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亮相。这要是能这么顺利通关了，还是我浪女同女员工吗？刚刚没看的回去发一个微博舞蹈，我们报一下好不好？没在中吗？有人送礼品吗？那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小林好困扰的呀。给大家讲一下，也通关了。好，第二是舞蹈挑战啊，还有最后一项。对，然后第三个游戏呢，就是举重，对不对？我们猜一猜这个举重是什么？我知道举重啊，这样。是。来，这个我往前点儿，来。哎，举重大家猜到什么意思？太难了，这。对，很专业啊。举重分为挺举、抓举。团队作战嘛，所以我们举重呢，就是分成三组。有两个人把一圈举起来，然后三组都挑战成功，就算成功。可以啊，举两个，一个人举两个，可以说的。哎，两个人举一个还行，看看人家这小身板还行啊。大家可以自由分开组，好不好？就是两个人。让他们九个举你，是行吗？九个人举我差不多。现在跟我一半。对，两个举一个就可以，保持住两个好。你来，两个举一个没什么难度哈，应该是一个抱俩，一个举一个，一个抱俩，左手一个，右手一个，这还有点意思。现场加难度，确实。举我吧，一个一个来，我别着急，我们先看左边这个。别摔头啊！先这边了吗？啊，这已经准备好了，你看这。好，那先你来吧。来，好。五六七，四秒，五四三二一，本来我以为我背举不会很狼狈，所以都很狼狈。成功，成功！第二组拿不拿挑战？我们是有特效。嗯，什么特效？超人是吗？就三二一，别垮，别垮！哇！三二一，你们是真的举重啊？不要抖，不要抖，不要抖！就是人类的措辞是吧？最后一组没准备好，你这太轻巧了。你小心你的胳膊。哟，这个有点难度啊，这个有点难度，来，拭目以待。他们这个举法有点难度。预备，对胳膊要求高。对，来。跟我想的一样，对，垮掉。预备，三二一，五。对，可以。好嘞。厉害，又单手。怎么样，他们？太厉害了！是吧？那恭喜你们，这个任务也通关了。换回来，好，
那刚刚也给就是大家送了甜蜜可口的桃子，然后也给大家展示了他们的就是各种 cover。嗯，他们确实挺棒。多多支持我们 X Farm 好不好？好。然后我提醒一下你们，你们还有隐藏任务，记得就是后面的环节要完成一下，你们已经错过这个区域了。我刚刚教来着。教你了。没学会，没学会。学会了。皮痒了，不好。力不人间不行，都是在前，对对，我们继续，对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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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一环节我们就结束了，我们准备去下一个任务打卡点，继续寻找我们就是丢失的父母，好不好？来，前面各位老师起立了。